剪寸头的感觉蛮舒服的，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下，勇于尝试是好事。对，那你下次还要再试一下吗？不是，这辈子都不可能了，这辈为子什都么？不可能，就是反正这辈子都不可能了。但我觉得没有试过的人可以去试一下，蛮爽的。最近最让你开心的事情是什么？最近最让我开心的事情就是过两天我会回家一趟，就是回老家一趟，因为真的蛮久没回去了，可以看一看家里人，然后去玩一玩。